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据多位权威记者证实，火箭、篮网、骑士、步行者完成四方交易。火箭在交易中送走詹姆斯·哈登，得到了维克托·奥拉迪波以及多支选秀权。具体交易内容如下：火箭得到奥拉迪波、丹特·艾克萨姆、库鲁茨、2022、2024、2026三支不受保护的篮网首轮签，一支2022年来自雄鹿队交易自骑士不受保护的首轮签，以及2021、2023、2025、2027四个与篮网队的首轮互换权。篮网得到哈登，骑士得到加雷特·阿伦和陶里安·普林斯，步行者得到卡里斯·勒维尔和一支二轮选秀权。哈登此前提出交易申请，他在昨天再次强调球队不够好，关系无法修补。哈登在过去三年包揽得分王，七次入选最佳阵容，八次全明星阵容。他在2017-18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，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